节美满，但可能在花钱方面有不同的态度，自我表现欲望强烈，容易冲动和发脾气，工作有挫折，想要远走高飞。月亮与火星正四分带来紧张冲突的情绪，非常敏感，情绪夸张，可能比较容易带来冲突，脾气也比较暴躁。因为临近满月，所以可能个人表现欲望强烈，处于一种蠢蠢欲动又充满自信的状态。水星与土星的六分相则会在言语沟通方面带来和谐刺激的氛围，有远见又能兼顾专业和负责的态度。Bu akşam seminerimizi canlı olarak mobil uygulamamız üzerinden yapıyoruz.